大来者，你是何许人也？竟敢大闹刑场！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圣城宝剑！ 各位请起，谢万岁。不知大人您是？有什么事，回刺史府再说吧。玉郎，快起来。 苦了，只要能把你救出去，就是要娘的命，娘也愿意呀。锦锦，你看，谁来了？娘，他是？他就是陆建中，是你爹。我是。 是我的儿啊！你怎么，爹？我的孩儿。 爹，对不起你们，爹，你别这么说，孩儿倒没受什么苦，只是娘她这18年来受尽了委屈，爹，你要好好对娘，爹知道。